下来请收看善知识法语。在我细汉的时候，第一遍参加考试，考幼稚园就考不掉。为什么呢？我要记住所考的内容。老师给我看一张图，图顶画两个人，头前一个是挂乌目镜，穿一个包袱仔，敢那在逃走；后面一个是警察，嘛在走。老师问我讲，这是什么意思？我就讲是贼仔掠警察，结果我就考不掉，大家拢甲我笑。后来我才发现，我不只是幼稚园安尼考不掉，在人生学佛的道路上，我时常安尼考不掉，因为咱的贪嗔痴慢疑。种种无好的心念，就亲像贼仔。咱本来应该用觉性、用慈戒心去降服因，但是思想拢颠倒并变成贼仔掠警察。咱心中迄个警觉的觉性警察，拢颠倒去互贼仔掠去，对贼仔哭哭肿，所以才会犯戒。如果弄安尼，查了俩警察，结果就会连幼稚园都考不掉。何况讲个修行成佛的大代志呢？我曾经遇到一挂病人，因大家可以讲是教我戒律真重要的菩萨。而且我可以举出一个例来甲大家讲，为戒律。咱看到虽然会照安尼去做，但是不见得会了解伊内面真深佮真长的影响。譬如讲，伫八关斋戒内面有一条戒叫做“不向花盘庄严其身”，这是教咱卖用香水、香皂、卖抹香粉、化妆品。买化妆打扮用一挂装饰品，对这条戒律，有的人伊感觉讲这足无必要诶。伊讲咱佛教界大家拢穿甲乌噜噜，看着心情足歹。我原来会接受这条戒律，是认为讲佛可能是欲叫咱开发咱真实诶内在美，毋免靠。外表的化妆，反正水的人唔免化妆嘛真水，歹的人佮靠化妆嘛袂水。古早的文人有真侪形容词，形容美人，其中上悬的一个形容就是讲粗服乱头，不厌个性。粗服就是穿真粗的衫。乱头就是头毛乱糟糟，拢无乱。不应个性就是嘛袂当甲伊个美色藏起来。意思就是讲，真正水人唔免化妆，穿真歹衫，头毛乱七八糟，嘛袂甲伊个美色暗藏起来。这就是叫做真正水，上界水。
我原来家己是想讲，花要叫咱卖化妆，就是叫咱做这种上盖水，替咱实力会水出来，替咱德行庄严会水出来，替咱上好的内在美出来。这是我原来看到这条戒律的浅见，一直到我拄到一位患者以后，才知影这条戒律有进一步的意义。我有一位患者，是一位大约过了十岁的欧巴桑，伊的癌是侵犯到肺和骨头，所以有一天，伊由眠床爬起来，手托在眠床时，忽然间手骨就断去啊！伊就来阮的病院做放射治疗。伊在做放射治疗中间，我劝伊两分，伊就真欢喜恭敬接受。伊知影讲家己的病情已经真严重，必须爱念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伊嘛逐天真认真伫念佛，而且伊阁甲临终的大师交代互我，叫我一定爱帮伊助念，帮助伊去西方极乐世界。这位欧巴桑人真慈祥，真好。伊阁有一个特色，就是伊自少年就真爱水，平常真注意家己的外貌、服装，甚至伊伫病院做放射治疗时，必由楼顶落去地下室做放射治疗，伊嘛爱提一个镜，照来照去，化妆真久，洗头洗真久，过提镜，头前照一个，后壁照一个。照来照去，打扮个真精致。本来打扮精致，和大家人看了真欢喜，这嘛毋是甚物不好的代志。但是这个习惯，伫伊临终时发生了甚物影响呢？这实在是使我料想不到的。因为伊既然要求我伫临病终时一定爱帮助伊做念。但是以前阮的病院，病房内面是不可能和人伫遐坐念八点钟，所以我含伊参详好，得到伊的同意，得先甲伊转院，转去佛教护体病院。然后我下班以后才去遐照顾伊，去看伊。有一段时间伊昏迷不醒，当我去看伊时，我一入去念阿弥陀佛，伊就昏迷昏迷，嘴嘛可以念佛。伊一直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惊惊，无紧来去袂使啊。但是伊后来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念念来变作阿弥陀昏，昏就是半昏的昏。说念成是安尼，我甲伊提醒讲，去西方极乐世界，大家拢含阿弥陀佛同款，金色庄严，唔免破分。伊则个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但是后来过念成阿弥陀佛，佛就是差佛佛。伊在念这句时，手搁做伫头差佛的动作。甚至念佛中间，忽然间佮讲啊，我不穿鞋。我得劝伊讲，西方极乐世界，唔禁为地真清净，不需要穿鞋，你安心念佛。伊这种种的情形，使我深深体会到，原来咱的习气、习惯、种种的经济，伫咱临终时。影响是非常大。一个人一平常对佛的注重较少，对外表抹粉擦灰的注重较侪。当然，伫临终时，就是粉的感应力较强，念佛念一下，就会掺一挂抹粉出来。咱想看卖咧，
平常那是一位真爱水的小姐。到底你是上一尊佛像给伊，伊感觉较贵重，也是上一节课世界名牌化妆品给伊，伊感觉较喜欢呢？有这件代志，我了解到，咱平常注重的代志，咱平常会习惯失去，对咱临终有真大的影响。因为这位幻觉菩萨慈悲的示现教导，以临终种种的行为，才教我这条戒律的重要性。对迄阵开始，虽然在家菩萨界只有规定六斋日持八关斋戒，但是自迄阵开始，我都无兴趣阁照行。尽量每一天拢受持这条不向花瓣庄严其心一戒。六道轮回是真艰苦的，咱临命终的时，那是去乎一颗粉、一蕊花、一领水衫引诱去，敢是真无彩呢？我体会到，如果一件代志伫我有力阁健康的时，都无法度去放下。到临命终无力阁艰苦的时，敢有办法去放下？这位幻觉菩萨也帮助我了解，原来佛的戒律每一条都是真正要帮助咱脱离六道轮回痛苦的，每一条都是绝对有必要去实行的。无去实行的人，在临终时一定会吃大亏。平时持戒，就是帮助咱放下含佛无相应的心念行为，虽然未予迄种心念拖起意意识，念佛才会当专心含佛相应，临终则未有无必要的障碍。咱若是平常时，拢要坚持咱家己的观念思想，拢毋肯照佛讲的来调整自己。修改自己，安尼临终时嘛真容易，和家己的观念啦、习惯啦，放掉咧，无法度去解脱自在，无法度去一心两佛。观无量寿佛经。甲咱讲，如果要往生西方，必须爱受三种的福。其中第二种就是持戒的福。可是持戒使咱有福报，通去一心念佛。咱若是时常犯戒，就会损掉这份福报，就会障碍这份福报，结果会使家己无福报和一心念佛，一定中间会出现一个机制障碍。咱详细检讨遐障碍由倒位来呢？这是由咱平时含戒律无合的心念行为来。所以咱若是爱有福报，谈何顺利往生西方，得爱好好修持戒的福。持戒人表面上看起来可能是亲像戆呆，或者是看起来真呆板。在大家争名夺利的时代，伊偏偏伫遐咧乞丐，敢那真容易吃亏。但是事实上，拄拄好相反，因为真正乞丐人内心
的贪心、受气、固执、骄傲，种种烦恼的本色较少。所以，伊本性的光明和本性的福报，拢容易开发显现出来。连鬼神看了，拢真尊敬的护持伊。可能伊去到倒位，拢会真顺利。伊的福报会来个足自然，唔免含人去争名夺利，嘛唔免用不好的手段去争取。也唔免去想规大堆无好的计谋，嘛唔免拍拼个足辛苦，福报自然的显现出来。而且，伊如果有真实的自卑心乞丐，会晓爱护人的人，别人一定会爱护伊；会晓尊敬人的人，别人嘛会尊敬伊。所以，伊去到各位，人缘就真好。做人就真多，这并不免用什么不好的手段去争取，也不免那么辛苦疲劳去缓解。咱搁再讲，缓解的人表面上看起来，一时间敢那是较方便、较占便宜的行，但是缓解本身，第三讲是一种的污泥。所以等于是家己提了六个门去擦地家己佛性佛珠的顶面。当然佛珠的光明就显不出来。本性内面的福报光明拢和家己的污泥障碍掉的显现不出来。不管伊是挂高怕神挂有计谋，可能是一起买的如何买完都会落价，费一大堆的力，结果是会了大钱。用真侪心机想要骗人和人做生意，可能到尾是去哄倒倒去。所以讲，自以为聪明去缓解人，伊用了真侪计谋技术，达了真侪妄想，用真侪脑筋。结果可能是颠倒，甲本来有的福报拢障碍掉嘞，反倒等来不如乞丐迄款戆呆，福报较自然，过着内心真实快乐的生活。咱爱了解，如果咱过着不幸，已经是真歹运，做事拢袂顺利，这就是伫真无福报的状态啊。这种时阵，应该是爱发好心，遵守戒律，用清净心积德修福，来增加福报。如果伫无福报歹运的时，佮想要用缓解的方法，想要得到福报利益，保证真紧就会愈较歹运，愈较不幸。如果在咱真无福报、真衰运、真无顺利的时，咱会当回光返照，用世界这种的清洁剂，把咱家己内心的涂刷粉啊洗掉，安尼咱佛性宝珠本来有的福报，就会当显现出来。所以，乞丐不但是生活的根本，也是福报的根本。福报并不需要去外面向别人求，或者用真侪计谋来去争取。福报是咱本来佛性的有的，爱向家己的内心去求。咱的内心如果有公平的原则，就会有福报。咱若不时会当用世界的清洁剂，把咱的垃圾洗清去，咱福报的公平不时拢会当显现出来。而且一个会当世界人，佛菩萨
都很欢喜，连天顶的天人都会恭敬，鬼神也都会暗中来保护，亲像在家的五界，像这五条的概率，如果会当吃任何一条，祖祖连连都有各位的护法神随时的保护。不过一旦犯戒，护法神就会走了了。这种的代志，自古以来都有真多的感应。所以在佛经顶面形容戒律叫做如意宝珠。佛经也说戒律亲像是真宝镜。咱由戒文内面可以了解到佛菩萨的心地和行为。有的人以口头上是讲要学佛、要念佛，但是伊却反对戒律，认为持戒是无必要的。咱爱知影，戒律其实就是佛的实际行为和尊心精神。如果咱讲要学佛，阁无爱学佛的精神和实际的行为，安尼学佛是要学什么呢？被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上主要两个条件都是信和愿。咱念佛的功夫是深也是浅，只不过是决定咱的品位利益。会往生未往生，含咱念佛是念几句，念佛的年资是几年，这拢无甚物关系。所以咱必须爱时常检讨、时常反省的，就是咱家己的信心甲愿力。有信心才会当产生力量。净土宗的祖师敖益大师，伊讲弥陀要解时，有讲到一句话：信愿为慧行。慧就是智慧，即是慧；慧行就是智慧的功行。信心是智慧的功行，愿嘛是智慧的功行。敖益大师是教咱念佛求生西方，必须爱有信和愿。其实咱世界嘛是同款，爱有信和愿。信是由智慧产生的功行。咱用譬如来讲，如果今仔日桌顶有一粒苹果，是你会当看到的。我甲你讲，桌顶有苹果，你一看就看到。这种情形当然就无必要用个信这种的能力，因为这是眼前就可以看到的。如果我是甲你讲，冰箱内面有苹果。因为咱的目睭未当透过冰箱来看，所以冰箱内面的物件无拍开看是未当真正知影的。你听我讲，冰箱内面有苹果时，都会牵连到信的问题。如果虽然你无看到，但是你一听就认为讲一定是有的。你无拍开冰箱，心内就知影一。点五，这就是信心的力量。对一件要未看到、要未完全了解体会的代志，你可以真正知影一点五。这得用到智慧的力量，用到信这个功能。虽然这只是一点的信心，但是必须爱真深。了解信心的基础。个另外一种情形，就是我跟你讲，冰箱内面有苹果。
你听了心里并不认为说一定有，是认为说你这样说不知道有没有，想说你敢有搞骗，这就是有怀疑，有怀疑就是不信。当然听闻佛所说的话是，虽然咱的听都不够，并不是亲自看到佛的境界，也不能完全了解佛所说的义理，但是咱也能肯定佛说的一定是对的，一定是真的，这就是用的信的力量。这份信的力量是对于哪位来呢？这份力量其实是由咱佛性的智慧产生的，这可以使咱肯定一件超过咱所看的程度的代志。所以说信是智慧的功行，咱会相信未去怀疑的代志和道理，就是咱的心含义有相应。佛所说的话，咱若是真正相信，就是咱的心甲佛有相应。哇哦，狗狗好可爱哦，但是没有主人的狗狗希望有人爱。你可以选择狗狗的品种，但是不用选择的是它们的忠心，它们缺的是一个机会。在外面流浪的狗狗们也渴望您的关怀，需要您的帮助。台湾救狗协会邀您一起护持、救护、养护流浪狗。划拨账号5001-6766，5001-6766，户名台湾救狗协会。慈悲置业高雄中山书坊、屏东妙颖寺联合举办大蒙山施食法会，恭请湛山法师主法。湛江法师、湛同法师领众，日期7月31日星期日，时间上午9点，恭送普贤行愿品暨佛前大供；下午1点，护生暨大蒙山法会，地点屏东妙颖寺，屏东县万丹乡新安村大兴路175号，洽询电话0722123233，0722123233，敬邀菩萨参与熏习，同沾法益，共沐福恩。配合防疫措施，参加共修敬请佩戴口罩，请线上表单填写消灾超荐牌位。连结 www.cbzy.org.tw731。高雄中山书坊法会直播，请搜寻脸书高雄中山书坊。慈悲置业宜兰大悲观音道场报恩孝亲启建梁皇宝忏法会暨三十系念法会。日期8月22日到8月26日，梁皇宝忏法会，时间每日上午9点开始，恭请广护法师主法及法务指导僧众共同领众。日期8月27日星期六，三十系念法会，时间上午9点，恭请慧泰法师、慧亮法师、广护法师共同主法，地点宜兰大悲观音道场，宜兰县三星乡三星路2段20号。电话0398993190398993190398988686，0398988686，宜兰大悲观音道场，敬邀菩萨参与熏习，同沾法益，共沐佛恩。疫情期间。